兩個洪議員。啊，主席，正話，正話，黃毓民議員就用即係孟子嘅四端嚟評價特首啊。咁其實我就主要都係講啊曾俊華嘅表現嘅。咁即係罄竹難書啦，即係佢嘅嘢。嗱，我舉個一個好簡單嘅例。他在這個財政預算案裏面就在一段就講了要有這個未來基金這件事的樣。當然我們通過這個財政預算案未必是等於通過每一句說話的，但是其實你說通過財政預算案，它裏面的說話呢如果不講清楚呢，但是就說我們同意它，所以我必須就是就這個未來基金呢講一講。我上一次的發言講的就是話咧，老人家的未來是現實的，就是話無論你用咩嘅器具去量度，就是話佢喺呢一個窮人裏面佔的份額，佢是三分之一，咁而且有機會咧逐漸上升到即係一半，咁呢個係現實的問題。即係今日我哋開完會翻屋企瞓覺，聽日又多咗啲清貧嘅長者，咁呢個係一個大的趨勢嚟嘅 ，OK？咁好啦，咁呢個局長呢，呢唔係呢個司長呢就別出心裁喎。咁佢呢就講咗呢，就係話呢佢點樣講呢，佢就話呢佢有一段呢就係喺財政預算案嘅第41頁，我引述公共財政嗰度呢，佢有一個有一個欄目呢就叫做未雨綢繆咁樣。嗱，佢點樣講咧？佢就話咧，政府的財政儲備目前超過7000億元，但當中2200億元是土地基金的結餘，約1300億元屬於有指定用途的基金，只有其餘存放在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4000多元，可用以應付日常運作。我們可以考慮效法其他經濟體研究儲蓄計劃，未雨綢繆。例如，我們可以考慮利用土地基金為基礎，加入每年盈餘的一部分，設立未來基金。即使政府持續入不敷支，都有一定後備資源，可展開關鍵的基建項目，繼續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咁呢、這個財政司司長呢就係講大話，唔使眨眼。因為我問過佢，我喂司長，你講嗰啲基建項目到底係乜嘢嚟㗎咁樣。佢哦阿議員啊，有醫院啊，有學校，其實係講大話。因為喺呢個政府嘅呢一個經常性開支裏面去支付嘅，即係佢講嗰啲醫院同學校呢係由局去攞錢嘅。即係話咧，佢記帳嘅時候咧，係個局話喂，我要醫院，咁就喺個局嗰度。佢講嗰啲關鍵的基建項目，其實就係指咩咧？唔係指呢啲，唔係指益到我哋呢啲咁嘅嘢，係指嗰啲大白象，即係話咧，高鐵啊嗰一扎 infrastructure 嗱。所以佢過咗嗰棟之後咧，我翻到屋企，我諗下，喂，梁國雄，你反對乜嘢啊？冇理由反對起醫院同學校係嘛？其實變戲法咯。是咪啊？明明是黑，佢就話白。我今日喺度問佢啊，如果你係用呢一個一般收入帳目或者用一般帳目去支付嘅，佢講嗰啲所謂嘅基建項目，使乜儲錢啊？佢個講法就兜咗個圈嘅，就係話呢啲咁嘅醫院啊、公屋啊、學校啊、社區會堂嘅嘢咧，係一般性嘅支出。咁佢呢就唔知點樣發夢呢，發到呢就係話呢我哋嘅人口老化咗啦，咁之後呢呢啲嘢要起㗎嘛，咁越起越多嘅時候，嗰啲老人家佢嫌係累贅喎，覺得佢哋唔能夠係生產力喎，所以佢哋變咗累贅，我哋嘅經濟嘅國民總收入呢會按年咁樣遞減，咁所以如果繼續起醫院，繼續起學校，繼續喺一般性嘅收入帳目儲存而用一般性支出項目去做呢啲咁嘅嘢咧，係會擠壓咗嗰啲大白象。
咁佢就哦，我哋剩啲錢起個大白象。喂，阿哥，143一段，即係我引述嗰一段，完全冇講到呢個事實。咁佢就話：喂，我要未來基金。咁當然啦，佢後尾咧呢條友非常之蠱惑嘅，喺個財政預算案就冇寫啦。寫完之後咧，佢就即刻開個記者招待會，就係講咧佢委任咗一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嗱，呢就係變戲法啦。喺個預算案嗰度唔做，跟住讀完個預算案咧，俾我掟完佢之後咧，佢就翻去揾一個叫做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嘅報告。喂，阿哥，我哋又通過到唔到嗰份報告，即係過我哋一棟咯。如果我哋喺通過呢個財政預算案未雨綢繆呢一段係通過埋嘅，咁佢就喂成份通過嘅喎，係咪？如果我話喂司長143你有冇抽翻出嚟先？143唔抽翻出嚟，我唔通過，咁又話啊長毛阻住個地球轉啦，係咪咁細段嘅嘢？你點解要抽出嚟啫？嗱，主席，點解我話要扣佢，即係唔俾個人工佢咧？呢、這個就係何玉文議員講嘅一個就係叫做無是非之心，反智也。啱同唔啱係可以撈亂嘅，係咪？嗱，我又睇下呢一個財政呢、這個財呢、這個財政司司長嘅常識係非常之差啦。啊，順帶一講啊。咁咧，佢就喺佢個網誌嗰度咧，就發表一篇叫《一起實現普選》嘅網誌。OK， 你知唔知佢揀喺邊幾時發表咧？5月4日，五四運動嘅呢一個85周年。喂，五四運動係德先生、蔡先生其中一個德先生 democracy， 即係講民主，係咪？咁你喺嗰度講咧？就將經濟同民主搞埋一嚿，兩段立論重述，即係唔得清晰，係咪？佢話政治與經濟關係從來密不可分，在民主發展成熟的國家，經濟情況往往左右選舉結果，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民心容易思變，對執政黨不利，在野黨即使沒有靈丹妙藥，行情也會被看高一線。相反，若經濟蓬勃，執政黨即使沒有重大作為，也往往能成功連任。舉呢個例子，隱喻失倫。第一，根據基本法嘅規定，就係話我哋現在未有普選，將來嗰個2017嗰個真係咪普選，我哋唔好討論啦。即係我哋正在循序漸進地去揾普選。咁佢引一個民主相當成熟嘅國家嚟做例，有乜意思啊？你有乜意思啊？即係我講緊雞蛋，你就講啲石頭，冇意思嘅。咁跟住個話風一轉咧，就講咩咧？就咁講啦。佢話同樣地，政治對經濟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政局動盪不安，政府接連倒台，黨爭不斷，自然難以吸引人才和投資，令經濟發展乏力，所以政治穩定直接影響政府能否有效管治，亦關係營商和投資環境。世界上不少具有公信力的競爭力調查都會考慮一個地方的政治環境與政府的管治效能，自然是啱啦。但是同香港有乜關係？是不是個意思是什麼呢？哦，原來北風一轉呢就針對小弟啦，佢就話：佢咁講咧，佢話近月的發展卻有點出乎我意料，部分民意代表的表現令人懷疑他們的極端立場並不是用來討價還價，而是以下定決心寸步不讓，甚至有了梁國雄議員，係我提醒你啊，應該係就圍繞修正案建議削減撥款嘅服務同政策講，唔係講。唔係我削減財政司司長。係啊，咁佢你要講佢嘅政策，唔係講佢嘅言論，好唔好啊？喂，講佢嗰個人工都唔係講佢表現，講乜嘢啊？如果講佢成個局，梗係講政策啦。佢而家減佢人工，我減唔係減其他人人工喎。即係話我討論緊個本題咧，就唔係話財政司司長所有辦公室嘅開支，話係佢個個人人工，梗係講佢啦。其他人點可以幫佢承擔個責任啫？係咪？
這個合乎邏輯的喎、哦。即係如果我講緊成個局嘅開支，你就可以講啦。喂，成個局嘅開支關佢咩事啫？這個我覺得嗱，好，我尊重你，你指教得啱，我就即使係咁咧，我就唔講翻個局啦。OK， 嗱，如果你話財政司司長要盡責嘅話，佢可唔可以好啲呢？佢點解要攻擊啲議員呢？佢點樣去判斷係有人有極端嘅立場，唔係用嚟討價還價，而係下定決心寸步不讓呢？嗱，有客觀嘅論證嘅。話說喺舊年，小弟喺度議事議得好長，咁跟住呢，就主席係召見曬所有嘅議員，主席你都喺度，你係內會嘅主席。咁就話喂，不如咁啦，搞成點啊？咁鑑於當時我係話明要錄音，咁所以所有嘅議員都話喂，我哋冇可能為政府做呢個背書㗎喎。咁政府搞唔掂，咪叫主席寫封信俾司長，叫司長去揾翻嗰啲議員咯。議員有頭大有主嘛。嗱，主席食豬屙黑屎，舊年啫喎。咁你今年做唔做呢個步驟呢？係咪舊年即使最無能嘅人？超規曹徐，咁你都要解釋點解今年唔做舊年嘅嘢，就一早話人哋係冇得傾㗎嘛，係咪？你有冇盡到責呢？咁跟住就講喇喎，呢個司長就講啦，就林鄭嗰批，因為我第日即係第二個先講佢，佢就話呢，喂，有財政懸崖喎、哦，呢、這個醫管局嗰度呢靠收息㗎喎、哦，咁如果冇得支出，佢要攞嗰啲本金出嚟去使嘅時候，少收100萬嘅息喎，喂，咁你嘅咁嘅説話你都講得出嘅，主席，我哋香港有法律噶嘛？根據香港法例嘅第七章第三節，財政司司長喺呢一個政府喺呢個預算案通過唔到嘅時候，佢係隨時可以嚟呢個立法會攞相應，佢只要係合適嘅、合乎比例嘅錢去使，本會係唔會唔俾佢嘅。咁你話喂？阿毛，你都係拉人報，咁你咪反對佢？但我提醒呢個曾俊華，唔好當香港人懵嘅，因為政府攞嚟嘅議案，第一可以打籤，第二係47-23，就算泛民43-27，就算泛民主派全部都反對佢嚟攞錢，係咪？喂，呢度啲冚唪唥喺嗰邊嗰啲全部支持噶嘛，即係話佢真係有一部。橡皮圖章可以喺佢需要錢嘅時候係攞錢，咁一個司長妄下判斷，妄下一個政治嘅判斷，然後不執履行佢自己應該可以盡嘅責任，而去大方決辭去恐嚇啲老人家。嗱，佢講到話喂，老人家冇錢開飯喎，喂哥，你嚇死咗個老人家點計先？你係咪已經？窮盡所能先，有冇 exhausted 到嗰啲嘢先？冇啊嘛，大隻講啊，口水戰啊！而家我要減佢人工，淨係呢一樣已經唔得，恃讓之心啊嘛，誠惶誠恐啊嘛。對文本主義係咩？文本主義孟子講嘅就係、是，就算唔係選出嚟嘅，你都要對人民好，唔係 by the people， 都要 of the people 啦。你係要執政啊嘛，執行人政啊嘛。你就算我長毛啊，我而家企喺度啊，我係十惡不赦嘅惡魔。我住第19層地獄第一。你有責任係令到我變翻個好人先啦、啊。變唔到，你都冇理由因為一個惡魔令到嗰啲善良嘅人受苦。第三就係佢哋都未受苦，你就要嚇佢啦。咩人嚟嘅呢個？无慈让之心，无恻隐之心，无是非之心，系咪？咪咯，仁义礼智，全部都冇噶，系咪？咁你话唔减佢人工点得咧？系嘛？佢而家我而家挑战佢啊！佢系咪想同我哋倾？佢系咪想同立法会主席倾？佢系咪好似林郑月娥咁样教立法会主席做乜嘢唔做乜嘢？唔系倾。曾俊華，你想入嚟立法會指揮呢個議會點開嘅？競選做議員，再競選做主席，
然後你就有這個權能了，不是回家睡覺吃狗餅，找這個法國咖啡送狗餅。我告訴你，你不要做司馬懿，司馬懿啊，人送到女人衫給他，他們死在裡面嘛。我現在罵你啊，回來回答吧，曾俊華。